简讯广播站报表查询功能介绍。简讯发送明细可以检视特定时间内所发送的简讯，设定开始与结束时间后，可自定显示的栏位，按下查询。完成后，即可于下方检视明细，可汇出 SLS 或 CSV 格式的报表。发送统计查询和检视发送的统计数字，设定开始与结束时间，并自定显示的栏位，按下查询。完成后，即可于下方检视明细，亦可展开明细检视细部资料。可汇出多种格式报表，选择格式后，按下旁边的汇出即可。